自去年爆出婚变新闻后，董洁和潘粤明的离婚事件一直闹得沸沸扬扬。据悉，4月19日是董洁的33岁生日，曾在金粉世家中与董洁饰演情侣的陈坤也在微博送出深情祝福：“董洁生日快乐！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会经历很多，每一步成功，每一步失败都要学会看清，每一段经历都要感恩，主动的、积极的前行。对于还在成长中的我们，别被过去拴住，别被痛苦缠住，希望你接受、思考、感恩、微笑、洒脱前行。”这一段真情告白不禁令众人回忆起当年那个花花公子金燕西与素静雅致的冷清秋。有网友为董洁有陈坤这样的挚友而感动，冷清秋有这样的燕西知足了。也有的联想到现实生活，感慨道：“燕西还是燕西，可清秋早不是清秋了。”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经典汇聚，口碑之作，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算意英剧》尽在优酷。